你用摄影的？嗯，用摄影。你用摄影的？嗯。看这边呢，看这边。上来吧，上来吧。这里哇，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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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草莓汉堡，你等等。
喇叭的标志在左上方，麦当劳。盖得快差了。每天在这边练习啊，我们练习要逆水行舟哦，拉纤。我以前很白，前面这个叫象鼻峰，大象的鼻子。这只大象也是公的，母的在桂林呀、啊，广西桂林那个象鼻峰是母的。这个公的呢，就要看它头上了，它戴了一顶绿帽子。他跟母的分居了，时间太久出问题了。本来有两顶的，还有一顶的谢霆锋，他是。让你体验一下，看着都简单的。我坐在飞机上，我也很想去开一下飞机，应该很简单。我来看的时候，三街两条掉水里了，现在脚站不稳。放生了，嗯，对，鱼上溪得了。我们现在都没有人放生了，现在把那个鱼啊虾都放锅里了。对，吃光喝光，身体健康。对。插座子，结果一件大事都没有，结果都是小事。工资卡也给他改了密码，我几年没见过工资。今天还在外面跟别的姑娘叫了，对呀，很美，身体好就好了，对呀、啊，胖干嘛？你胖容易，容易生病，好的体质，你们不给那么多。啊，你们菜吃多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喜欢吃肉，吃肉啊，对，吃肉，青菜不爱吃。青菜不吃了、哦，那你跟我们相反。你们这边青菜多不多？青菜也多，不是，主要靠我们这一行的人不爱吃青菜。不爱吃青菜，要体力呀、啊！一餐没肉就受不了。对对，你们要体力，对。那你们有没有吃猪脚？吃啊，吃猪蹄啊，红烧猪蹄，对啊。可是我们来很，吃两餐都没有吃到。我到日本都吃都没看过猪蹄。你们来这里没有吃到吗？我们有吃到鱼头。我们点菜啊。问你们有没有吃猪？有的，都有的。等一下下了床去我家里吃。好、啊，谢谢。你老公会煮？你老公会煮，还是你煮给我们吃？我叫外卖，他不会煮，他煮的不好吃。人生，他煮的不好吃啊、哦？在我们家。外公煮饭。我看我没够五年，我吃得饱。五年？不是，安尼五届。
免做啦，你嘛平多嘛，嘛是无钱哦。配的那个颜色很好看，嗯，太漂亮了。我喜欢这一台颜色。你那看后边的，哎，咱们平时也。看了就看。啊。看了就看。对哇，本来就是啊。对啊，慢慢啊背啦。这不是鲁夷文化，这是我们烧锅文化，跟客人交流以后总结出来。对啦，这样子才不会很无趣啊！哈，雅俗共赏，爽。对啦，我们见过形形色色的客人很多很多。对啊，全国各地的。我干这个第六年了，简单的，我就算比较年轻的了，还有干30多年的，这样子啊，老烧工了，那个更烧。那你们碰到外国人？就碰到外国人，我就讲外语。现在上次见到那个美国来的，我就跟他讲中文，他都是 yes yes， 我给他听懂。然后我讲什么他都是 yes， 最好的回答。继续讲到那个那个那个。马路呀，马路呀，马路呀，这个。嗯，马路上面拍的，这人拍的。还在那边。他们上去唱歌了，唱歌知道吧？知道。泉水叮咚。泉水叮当响。集体大合唱。有啊，你们这边有那条舞。泉水叮当，泉水叮当。对呀，这时候天气最好了。现在最好了，现在是春天了。阿妹不会下来了，出来踏青。阿妹啊，你们这不下雪吗？这几天主要是晚上下雨，晚上都晚上下吗？昨天前天都。昨天有下。今天差不多可以跑几趟？3趟。
三道。我四只都无见。嘿啊！哎，你车底下等，两点半钟，两点半钟啊，四点钟。我等用啦，我等你接。左边石门，有几大门？后门进来大门，这里石门，这个石门就是了，九孔门就是我们的石门。从仙境返回人间了。西门很乱啊！从咱那里过，一过才进。师傅，你连转过来。你要拍我啊？对啊。去，我们就要到了，你们可以把马甲脱掉。好，这身衣可以脱了。好，安全了。这个是天不安全。对啊，都。蚊虫都不咬。这么够了没？也没有皮肤病啊。我到我爱看上一类上天祥区，对啊，今嘛无人咯。我只有两百块钱。抓，抓什么？今嘛无啊，伊在有。那无咩啊？那无啊？今嘛我拢袂使啊。咩啊？还有冇得？修回应该的。你的真名必胜。对啦，都很难，很多，你就如果碰到我了。